大家好，我是偷刀，我现在来到南投市的上清钓虾场。哎，是说各位啊，我住的民宿哦，就距离这边3分钟的车程而已啦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吃完中餐之后，到现在还没有吃任何一餐，所以我现在肚子好饿啊。然后我刚刚有进去看了一下钓虾场的模样，哇，它里面音乐放得非常大声，很热闹的感觉。只是不知道等一下钓况会是如何啦，那等一下我们一起进去钓虾吧 ，Go！ 好了，各位，这钓虾场还蛮热闹的，但是希望说这支影片不要被收到版权警告了。那这边跟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今天我用的钓饵，豆饵3袋跟虾米。那等一下我量个水深，我们就去开单吧。哟，浮标下沉了呢，沉得好深哦！哇，浮标消失了，哎，直接开枪好了。哎，有呢，哎，双钩，哦，我才第一杆就双钩了，天哪，相中！哎，啊，双钩的饮料哦，都会送一点哦。哦，谢谢。哇，各位好意外哦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两只双弓全都是正吃的，只是没有想到说它这边双弓竟然还会有双弓的饮料。浮标沉下去了，来吧，孩子。哇，竟然放枪了，好可惜啊！哇，哇，浮标开始激烈抽动了。那我们直接开枪看看吧。有。哇，这只也是正吃的嘞！哦，浮标下沉喽，那我们一样直接开枪看看吧。哦，有哦，哦。哎，这只虾子就只是勾到的而已了。我们大难临头之后，一定必有福降临呢。好像现在有虾子在咬了，你们有看到吗？浮标上面粉红色的地方都沉下去了，然后它开始浮标上下抖动。哦，这时候我们就开枪吧。哦，哎，又双钩了！天哪，各位，今天咬控好到说我们又双钩了，只是我们刚刚的双钩饮料还没有喝啦。听说这个是他们自己泡的茶所冲出来的奶茶，等一下再喝喝看吧。哦，这个奶茶茶味很重呢，
我还蛮喜欢茶味重的奶茶的。哦，我觉得这个量很 OK 的呢。哦，今天在这边钓两个小时500元呐、啊，那我们来算一下有多少虾吧。来，一。哦，今天来这边钓两个小时，有21只虾哎。那来称一下有多重吧。1斤04两。哦，我觉得这个量算很可以的。那等一下把这些虾子烤一烤，我们回去配酒喝吧。天哪、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回到今天下榻的民宿啦。啊、哦，我、哦、今天很难得住到一个是雅房的民宿，但是谁知道他这边竟然有一晚要价599元的民宿，但是对我来说，房间有没有卫浴？好像也没有很重要啊，因为我回来之后大家都睡觉了，所以说一楼的卫浴还有厕所，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啊，根本就不会有人来打扰我。然后今天去钓虾之前，我还有去买了一只竿子啊，它这只竿子是37钓的竿子，可是啊，我今天到了钓虾场，我发现说它那边池子水深起码有4到50，哎，很深哎、欸。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所以这只竿子的使用，我觉得等到下次再来说吧。好了，说到这里，我们刚刚烤好虾子，已经在呼唤我们，我们赶快去找他们吧。好，今天我有准备了台虎啤酒，还有燕京的白啤酒。哦，最近真的是被台虎给打到了，它的鸡尾酒啤酒还蛮好喝的呢。各位，干杯！喝起来有一种淡淡的果香，但是整体跟我想象中的台虎不太像哎。然后稍早我在钓虾场，我有带了它的酱油，还有胡椒粉呢。我是第一次看到说虾场提供胡椒粉呢。哦，我们就来试试看到底搭不搭吗？哦，好香哦！哦，泰国虾它本身是一个没有什么香气的虾子，可是加了胡椒盐之后，哎，整体都不一样了呢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连啤酒的果香味都喝得出来。那接下来来吃酱油沾虾。味全酱油吃起来就是非常的，反而是刚刚用胡椒盐沾虾，整个味觉是一个新的世界啊。整只满满的胡椒耶，吃一口胡椒配一口啤酒刚刚好。今天来南投这边钓，我是觉得说整体体验非常棒啊，而且今天的烤虾炉子，它的火力我觉得是很够的。这些虾子随便烤一烤，你看壳都焦得跟什么鬼一样。喝下去的时候，口腔满满的果香味啊！那接下来喝喝看白啤酒吧。吼，好搭。啊，哦，好香哦。那等一下我要准备休息了，我们下个影片见哦，拜拜啦。